下风云，出我辈。踏歌纵情，莫回头。英雄美人终白骨，空忆年少并配游。却说前朝有位白羽剑仙，一人一剑斩天启牌匾，破万千铁甲，携弟子离城而去。同时见到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和一辈子最值得托付的兄弟，叶鼎之身上的魔气终于慢慢褪去，心中执念已破，不再是鬼仙境。这不是件好事吗？是好事，可执念已破也就意味着他变回了以前的叶鼎之。若是以前的叶鼎之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如今他的好兄弟和心爱之人所面对的困境，不会再有第二个选择。江湖路虽远，却有踏尽之日。心中梦不灭，却有再起之时。白羽剑仙传已到此终结，谁又会是下一位剑仙？真想回到那时候啊。是强弩之末，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功力。他这是在散功，他将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散去了。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无论如何叶鼎之都是一个值得敬佩之人。云哥，云哥，婉君，云哥，当年你走之后，我一直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我，让我越来越绝望，所以我决定拼尽一切也要再次把你从那里带走。云哥，我们先离开这里，先离开这里再说好不好？但有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从来都相信你不会主动离开我。我这一生也未曾怪过你。我知道的。董君，我的孩子安氏，还有那些随我从冰原来的人，都拜托你了。哥，哥，我的命就这样。